Hello，大家好，我是 Anyman。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 3D 的概念，叫做 Gimbal Lock。什么是 Gimbal 呢？Gimbal 它其实就是在 3D 软体里面共同的一个现象，无论你是使用 Maya 或是 Max，它都会发生。当然，它可能也是个问题。好，那我们都知道哈，在 3D 软体里面，我们用 X、Y、Z 三个轴向来显示场景物件的相对的位置。当然，我们利用这三个轴向呢，来对场景的物件进行位移旋转缩放的操作。Gimbal 它就是对旋转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有三个轴向 X、Y、Z。那在旋转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两个轴向会重叠在一起。当旋转轴向两个轴向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第三个轴向的旋转自由度、旋转的操纵性。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通称它叫做 gimbal lock。好，光是用说的可能不是听得很懂，我们现在直接就用 Maya 来操作演示给大家看，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在场景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呢，就是我们要用来做演示的一个模型。我们先选取这个箭头。好，选取这个箭头之后呢，我们在最左边这里工具箱呢，这里有一个旋转工具 Rotate Tool。点下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模型上方多了一个旋转操纵器。这个操纵器呢，最外环这一个黄色的，我们先不用理它，我们先看里面的。我们里面有红色、绿色跟蓝色三个轴向，分别代表 X、Y 跟 Z。那在右边这里 Channel Box 通道框里面呢，有Rotate X, Y and Z 就是旋转轴向的 X 轴、Y 轴跟 Z 轴。好，我们现在把滑鼠游移到蓝色线框上面，要精准的点选这蓝色线框，然后进行一个旋转。点下去旋转，我们就可以发现右边的通道框旋转 X 轴向呢，它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个数字的一个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在旋转 X 轴。好，那其他两个轴向也是一样，Y 轴呢，绿色这条线跟 Z 轴蓝色这条线也是一样，你直接在线上面点下去，就可以精准的为这条的轴向进行旋转。那我们除了精准的在轴向上面进行旋转呢，我们也可以在空白地方点选，在空白这里没有任何轴向这边进行一个旋转，我们点下去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同时的为三个轴向进行旋转。我们转啊转啊转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怎么转，它三个轴向都是各自独立，它似乎不会有所谓的像 gimbal lock 这种重叠发生。那我们可以看哦，这绿色这条轴向跟蓝色这条轴向呢，它永远都呈现90度，这代表好像不会重叠，对不对？事实上呢，gimbal lock 它可能悄悄在发生了。那我们现在 Maya 它预设的一个旋转轴向的一个模式呢，它是以自身轴为一个旋转轴向，它只是一个显示。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一个 gimbal mode 呢？我们怎么样进入一个 gimbal 的模式呢？我们很简单，我们到左边的一个工具箱，快速点选旋转工具两下，double click，然后呢，最上面它就会出现这个工具的一个设定。这个工具设定最上方呢有一个 Rotate Mode 旋转模式，最左边的就是 Maya 预设 Local Mode 就是自身的旋转轴，我们把它改成 Gimbal。点下去之后呢，看看发生了什么现象。那我们可以发现最外环的那个黄色框不见了，然后它只很单纯的显示了红色、绿色跟蓝色三个轴向。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中控这里用滑鼠左键点选。发现它不让你转，也就是说呢，进入 gimbal mode 的时候呢，它只会很单纯的让你旋转，很精准旋转三个轴向，这才是 3D 物件里面的最真实的旋转轴向。然后你可以发现，红色跟蓝色这两个轴向呢，它们呈现那个角度已经不是正90度了，代表说它们有可能会重叠。怎么重叠呢？我们现在来选择绿色这条轴向，Y 轴，点选它之后呢，旋转，你可以看到右边的 Channel Box Rotate X 旋转轴 X，它的数值相对应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现在我在旋转 Y 轴，继续转转转转，转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蓝色
跟绿蓝色跟红色轴向越来越近，现在它们重叠在一起了。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叫做 gimbal lock。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箭头我们要对它进行横向的，就像我现在滑鼠鼠标所移动这个角度来做旋转的话，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轴向不见了，因为它重叠在一起了。好，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回到 local 的模式呢？点下去，你可以发现，哎，这个轴向出现了。可是事实上，你在对这个轴向进行旋转的时候，注意看，注意看右边的这个 channel box 通道框里面，这轴向在这显示是 Y 轴，但是当我点选这个轴向，对它进行旋转的时候呢，它这里的数值不是只有 Y 在变，它是三个轴向数值都会跟着变。你看哦，点下去旋转，三个轴向都在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事实上这边是没有轴向的，而它这三个数值都在变是为了做补偿，因为这边没有轴向，所以它只好从另外两个轴向来取角度来补偿，来让这个箭头有办法做这方面的旋转。这个在做动画的时候呢，在设 key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它这个角度会乱转，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轴向。你如果要设动画调动作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你就最好是把它改成 gimbal mode， 这样子比较好检视为什么它会发生这种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箭头的旋转轴向全部归零，我们直接从 channel box 这里的旋转轴向呢直接输入它的数值零。好，我们再把左边这个工具设定的面板呢先把它关掉。当下这个场景箭头呢是被选取的状态，在被选取状态的时候呢，请按下 Ctrl 加 A，Ctrl 加 A 打开它的属性编辑器。当这属性编辑器打开的时候，如果各位的显示是这个形态节点的话，请各位把它改到最左边这个位移节点。那在位移节点下面这里有个地方呢，叫做 Rotate Order， 旋转的一个顺序。这个旋转顺序呢，就是像这里下拉式选单有所有排列组合都有，就是 XYZ 到最下面的 ZYX， 这三个英文单字排列组合都有。其实在 3D 软体里面呢，它的物件的一个旋转就是一种 parenting 的一个观念。什么是 parenting 呢？就是父子层级，也就是说呢父亲会牵制的孩子，父亲怎么位移旋转缩放，孩子也会跟着位移旋转缩放。但是孩子呢，父亲并不会被孩子牵着走，孩子位移旋转缩放的时候，父亲还是留在原地。那在 3D 软体里面呢，每个软体的一个顺序是不太一样的。像在 Maya 里面的话，它 XYZ 这样的显示呢，代表最后面这个单字 Z 是最大的，它是父亲。Y 是 Z 的儿子， X 又是 Y 的儿子，以此类推。那所以当 Z 旋转的时候， Y 轴会跟着转， X 轴当然也跟着转。那 Y 轴旋转的时候， Z 轴不动，但是 X 轴会转。那 X 轴旋转的时候， Y 轴跟 Z 轴在保留原地，他们不会跟着转。我们现在先实际操作一次。我们现在蓝色是 Z 轴，所以我们现在要转 Z，你可以看其他两个轴向跟着动，但是你旋转 Y 轴的时候呢， Z 轴就不动了，可是 X 轴它会动。然后你旋转 X 轴呢，你看到没有，其他两个轴向不理它，停留在原地。好，你可以发现哦，无论哪种排法，中间那个轴向，当你旋转中间那个轴向的时候，就会发生 gimbal lock，也就是说当你旋转中间这个轴向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两个轴向是重叠在一起的。好，你点选黄色这个轴向，你转90度，无论是正90度或负90度，有没有看到蓝色跟红色 X 轴跟 Z 轴轴向就重叠在一起了，它就失去这个轴向的一个旋转轴。好，刚刚呢我们先示范过 XYZ 这个顺序的一个轴向，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变成 ZXY 最下面这里，
变成 X 轴最大，所以现在我们旋转 X 轴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他两个轴向跟着旋转。然后现在呢，如果选择 Y 轴的时候 ，Y 轴的时候 ，Z 轴跟着旋转，可是 X 轴不理它。那相对的 Z 轴就是其他两个轴向都不理它。大概概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回到最原始的 X、Y、Z 轴。现在呢，这个场景呢是一个 gimbal lock 的一个综合比较。刚刚呢，旋转轴 X 轴是红色的，那绿色是 Y 轴 ，Z 轴是蓝色的。我现在呢用模型实际的把这模型做出来，这样子比较具体的可以做比较。刚刚也有讲过，它的旋转其实就是这种 parenting 的一个观念。那我现在呢稍微拖动一下时间滑块。大家可以看到 XYZ 到最后的 ZYX 就是刚才提过的 rotation order 旋转的一个顺序。那刚刚有提过中间的一个英文单字，中间这个轴向呢，只要你旋转中间这个轴向，就会造成 gimbal lock， 也就是说你旋转这 Y 轴绿色这个轴向，它就会造成 gimbal lock。 我们现在继续拖动滑块，现在这绿色轴向旋转了，噔噔， gimbal lock 发生了。当黄色亮起来的时候就是 gimbal lock。 同理，下一个这个旋转蓝色 Z 轴旋转90度之后，它也会发生 gimbal lock。 我们现在直接让整个动画播放给大家看。OK，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演示大家应该更浅显易懂了。经过刚才解释呢，我们都了解到了在 3D 软体里面物件旋转的时候 gimbal lock 是固定发生的。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做一个物件旋转动画的时候，怎么样让两个轴向重叠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呢？最直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检视这个物件的三个旋转轴向，哪一个旋转轴向的旋转的使用的频率是最低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使用最低频率的这个轴向呢设置成旋转顺序最低的子物件。我们现在就以场景这个摄影机来做一个解说。先点选这个摄影机，然后呢我们按 Ctrl 加 A 打开它的属性编辑器。它的属性编辑器这里呢有个 rotate order， 这之前有讲解过了。那它 Maya 的预设的一个值呢是 XYZ。我们现在点选旋转工具，这摄影机呢就出现了一个旋转操纵器。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下哈，这个摄影机在做动画的时候，它哪一个轴向比较常用，哪一个轴向比较少用？这摄影机在摇曳的时候呢，上下是蛮常用的，左右更常用。那这个方向 Z 轴这个方向的一个偏移摇移呢，通常来讲应该是比较少的。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Y 轴左右摇移到大约90度的时候， OK， gimbal lock 发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它这个左右的一个偏移，这个轴向没有轴向可以选了。所以呢 ，Maya 预设的 XYZ 轴是在这边是比较不妥的，不好用的。我们先把这个摄影机回到零度。那我们刚才讲过了，上下的摇移是蛮常用到，左右是更常用到的。Y 轴这个轴向是最常用到的。那左右这个偏移呢，这个动作呢是最少用到的。好，我们先把它归零。既然它是最少用到的，可是它的 rotate order 里面呢，旋转次序顺序里面呢，它 Z 轴却是最大的一个轴，最优先的一个轴。之前讲过了，在 Maya 里面呢，最后面一个单字 XYZ， 最后面那个单字 Z 轴，它是优先顺序最大的。它旋转的时候，其他两个轴向都跟它旋转。
它既然最早用到，可是它是最大轴，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改成最小轴，所以 z 我们必须把它改成第一个单字。然后最常用到 y 轴呢，它是最常用到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改成最后面的一个单字。所以整个旋转顺序我们应该把它改成 z x y， 我们下拉式选单，我们选择 z x y。好，现在呢我们来试试看，当它旋转到90度的时候，大约到看这边的一个通道框，大约到90度了。好，它左右的偏移依然可以用，上下也可以用，我们把它归零，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上下的摇移呢，当我们到50度好了，抬头把它抬头到50度好了，它的左右的偏移可以用，左右的摇移也可以用。经过这些测试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一个旋转顺序呢，最妥当的目前来讲应该就是 z x y， 当然这依情况而定啊，依你场景里面动画的需求来做设定。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现在我们就把这台摄影机做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我们看场景哦，最右边这里有一颗球，等一下这颗球呢会从右边这里，做一个抛物线的飞行，会从右边飞到左边，然后这台摄影机呢会对这颗球进行跟踪。我们看一下动画。好，现在呢我们选择这台摄影机，我们选择旋转工具，秀出它的一个操纵器，我们来观察它的轴向。当这颗球飞行到大约四分之一的时候，15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的旋转轴没有重叠，它依然可以上下左右或是偏移的这个摇移都不成问题。然后呢继续它到30格的地方，这就是这颗球飞到最高的地方，依然它还是可以做上下左右以及偏移的一个摇移。这个呢就是利用刚才的一个设定，把它的旋转顺序呢改成 ZXY， 来避免它的 gimbal lag 的一个发生。现在在场景里面有一只手背，我们要利用这只手背来做 gimbal lag 的另外一个应用跟解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写实角色的话，那写实角色理论上来讲，前手背手轴这里只会有一个旋转轴。我们可以看到在 channel box 在通道框这里，我把其他一个不相关的属性都hide起来，旋转的 x 跟 z 轴我都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不需要用到，我们先把它归零。因为只有一个轴向呢，所以 gimbal lag 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在写实角色手背里面呢，会发生 gimbal lag 的地方呢，只会有手腕跟胳肢窝上手背这里。现在呢，我们就利用上手背来做一个解说。我们来看一下哈，哪一个轴向是使用频率最低的？那么手背的上下摆动蛮常用到的。前后摆动也是，只有这个轴向 X 轴它是最少用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轴向设定成它旋转顺序里面的最低阶的一个轴向。但是在 Maya 里面呢，它的旋转顺序 Rotate Order 呢，本身 X 轴它本身就是 XYZ， X 轴它本身就是最低轴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跟动，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我们先来试旋转看看，这是手背往前旋转90度。好，我们直接输入-90， gimbal lag 发生了。现在呢我要把这只手背往下转，往下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轴向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先把这个旋转轴向先归零。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在
除了我们选择最低阶的轴向来最少用频率轴向当作最低阶的旋转顺序之外，我们另外还可以利用层级的方式来解决 gimbal lag 的一个问题。好，首先呢，我们把视窗的一个布局呢切换到透视图跟大纲视图。我们在左边的一个工具箱里面呢，下面下方这里第三个地方有个预设的一个布局，它就是一个透视图跟大纲视图。点下去，我们就看到在左边大纲视图呢，它本身就有场景里面的所有的物件的一个显示。好，这本身呢，这条曲线呢，就是它一个操作曲线。然后我们可以按快速键 Ctrl 加 G 来做一个群组。群组之后呢，我们来快速点两下，在大纲视图这里快速点两下，来替它重新命名。我们来命名手背的一个运动群组。好，在左边有个加号，点选加号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子层级。这个子层级呢，就是我们刚才用的一个动画的曲线，动画的一个操纵器。如果对群组层级有概念的同学，大概就会知道说，这个操纵器呢，它本身有自己的旋转轴向，那它的副层级上面这个层级，我们点下去，它会有另外属于它自己一个旋转轴向。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先点选下面这个层级原本自身的一个操纵器呢，我们来做一个旋转，往前90度，我们输入负90。好，它这个轴向不见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点选上面这个层级，点下去之后呢，因为它有自身的旋转轴向，所以它可以往下摆。这样子呢，就解决了它一个 gimbal lag 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先归零。当然，我们如果说是利用这个大纲视图来做选取的话，其实非常的麻烦。我们可以直接选取这个角色的控制器，然后做旋转之后呢，负90度。然后我们要进入它上一层层级的时候，有个快速键，就是上下左右的上。可以仔细看哦，左边这个大纲视图现在是这个手背的上手背操纵器被选取的状态。那等一下我按上的时候，就是上面这个层级被选取。好，现在就上面这层级被选取了，那我就可以对它进行往下摆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个操作方式有很多种，这不是唯一的方式，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概念的分享，大致上是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